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有请陈佳女士。好漂亮。接下来有没有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几首要为大家演唱的歌曲。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叫做如果能许一个愿，我这次特意安排了这首歌来到北美为大家演唱呢，是因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怀念童年怀念家乡的一首歌曲。我们也特别呢在，因为我是北京人，所以我们也特别到北京非常有代表性的胡同里面拍了这首歌的 MV。 我想呢这几天我在迈阿密这边和张会长在一起，包括很多朋友在一起，都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家。但是我也有过留学的经历，所以我相信一直在海外的朋友们一定或多或少有思乡的情怀，一定有的时候也会回想起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童年，所以特别为大家带来了这首歌，希望您能够喜欢。好的，非常期待。那么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接下来是小城故事漫步人生路，由我们欢乐歌舞社为大家伴舞，还有就是夜来香由 Robin Ren 为大家伴舞，我们一起来欣赏，有请。Thank you.